有点像是我们皮肤工厂做的馒头，养生馒头一包100块，能够让你们吃的身体健康，身体精神好，所以愿不愿意发出你的爱心，然后回家当做早餐吃，中餐也可以吃，夹面包煎蛋都很好吃。来，谢谢你，你是要捐的是不是？哦，你要买那个，不用丢进去了，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好，来100元送你一包，谢谢。刚刚有投100块吗？哦，好，那我们也一样一包给你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感恩你们。哇，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叶亮星的。好，谢谢，我是艾琳。艾琳，谢谢你们哦。好，谢谢他的歌曲演唱非常的棒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艾利安来国际公司现场，他捐了。来，我们请他上来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捐了700块的年邮券，还有18包的养生咖啡。好棒！哇，来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也给他讲，好讲几句话。啊，我们这个咖啡呢，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喝咖啡哈，可是咖啡喝了也都会心悸，骨质疏松，睡不着，甚至有的那个胃食道逆流哈。那我们这个咖啡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哈，是来自于喜马拉雅山的哦，这个 Emma 果哈。那它这个呢是 Emma 果，是那个我们世界联合国哈，世界粮农组织哈，它怎么样在推广全世界要广泛种植的3种保健植物之一。全世界植物数100万计，联合国却只推广3种，而这3种里面并没有灵芝哦，也没有人参，没有冬虫夏草，却有 Emma 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 Emma 果呢，它里面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哈，跟各位报告一下哈。包括12种维生素，18种氨基酸，16种宏量微量元素，还有我们超氧化那个歧化酶，还有不饱和脂肪酸，还有我们的单宁酸、生物类黄酮、氨基酸、矿物质等等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。就是什么，我们可以什么抗氧化，就是抗老化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消除自由基，比较不会生病。那我们这个咖啡呢，今天透过我们在这边做公益呢，那而且还得到什么？全世界最高的有机认证，是有机的哈，得到德国的 QCNI 的有机认证哈，得到。那我们一般来讲呢，它里面的含有每一包哈，里面的那个维他命 C 是苹果的哈4倍，4颗苹果哈，所以进来这边哈义卖。那我们里面一包里面有3包这个咖啡哈，我们是100块。好，那这很难得，你外面也买不到的哈，这是从那个印度过来的哈。那如果要，我们今天这边有15份。好，只有15份，如果要的话哈，那请今天嘿，我们再顺道可以做公益，来，好，谢谢，来，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那个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国际公司呢，它现场呢，我们叫做那个艾利安来国际公司现场爱心呢，它有捐赠700块原油件，那待会我们就会有推广义卖，如果要卖的可以到我们私立台来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常讲说呢，秦中国这个。